然后我就开远，然后我现在在火车上面，大陆的火车。想去美国，但是现在暂时去不了，现在只能在大陆吧。现在是大陆的情况。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为我点赞分享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为我的在支付宝、PayNow、微信赞赏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大家了解一下大陆的情况。今天天气还好，有点热。不知道美国的天气怎么样，应该是冷的。是江西南湖，风景还挺可以的，挺不错的哈。船挺好的，没多少人。
大家好，我叫凯文，然后现在是从嘉兴回扬州的路上的火车上面，看一下，这是没怎么人啊，是人非常非常少，然后这个视频就这样了啊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为我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为我的支付宝、PayNear、微信，然后赞赏，谢谢啊，微信暂时用不了，就是支付宝、微信还有 PayNear 可以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，拜拜 ，Peace。